哎呀，说起这个卫生洁具啊，我不行，这哎呀，我还得给打个电话啊。没事，你忙你的，我这很快，就是一个电话的事儿。哎，好，说来个人儿，你净事儿。没事儿，哎，不好意思啊，嫂子，没事。哎，我说你，你小点声。你出去接去呗，你上那边打去。哦哦哦哦，我说你还能不能行了？老给我打电话。胡总，我跟你说，你别着急，你也别生气，我真的没撒谎，我真的是，咱是发小，一个院长大的。不是，你关键一个院长大的发小多了，我知道你是哪位呀？我是顺丰公司的，我叫钱顺丰。谁？我叫钱顺丰。钱顺丰啊。啊？哎，喂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你是小土豆子吧？哎呦，我说胡总，你可算是想起我来了。你好好想想，咱们小时候经常做游戏，你总演 daddy， 我总演 baby。哎呀，我还演过 daddy 呢。你怎么没演？你总演 daddy， 我总演你儿子吗？哎呀，啊，那这回行了。哎，咱让不让他叫 daddy？ 啊，来，你给我叫声 daddy， 我听听。不是，等会儿胡总啊，哎，你那旁边有人吧？我旁边就我自己。哦，哎呀，爹地，嫂子，这没事，闹开玩笑呢。你这声儿太小了，我啥也没听见呢。你大点声。大点声。哎，大点声。你叫不叫？这生意做的这费劲呢，我把那浴缸退了吧。没事，嫂子。我说小土豆子，哎，你叫的我很受用啊。哎呦，我很舒服啊，童年的回忆啊。哎呀，行了，来，咱们说正事儿。哎，找我什么事儿？哎，那个胡总啊，是这么回事儿。我们公司啊，在你们公司进了一批卫生洁具，这量有点大，我那个资金运转不过来。现在呢，货从你们厂里出不来，我这没辙了，我再找你。那这样啊，我呢给工人打个电话。你直接把东西先拉走。不是，我这钱不够啊。你呢先跟人家把钱算清楚，等人家给你结完了，你再跟我结账啊。哎呀，这就是发小啊，这就是，你可解决我大问题了。行，这你在哪儿呢？我必须找到你，咱们就吃饭。啊，我在，哎呀，我在人家里边给安装洁具呢。哎呦。不是，你这么大老板还上门服务呢？啊，那不行，我工人没你家多呀。说实话啊，我们呢每一款新产品，我这个当老板的都得亲自上门安装调试。哎呦，我真是，我敬佩五体投啊，我真是。您这是身先士卒啊。那行了啊，那就这么说定了啊。行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嘞。哎呀，我简直太好了。小样的。哎呀。二麦菜，我就没坐下。哎呀，看见没有啊？就这么点功夫啊，大企业家做的大生意，一个电话了事儿。行了吧你，钱顺丰，你还大企业家呢？你知道人家俩是干啥的不？大白梨二埋汰吗？你什么大白梨二埋汰呀？你听我说啊，我们俩呀，就永远是大白梨和二埋汰。不是，这个呢，就永远是我们的小土豆子，变不了。哎，咱不管是过了多少年，是吧？不管谁当了大老板，谁当了工人，但咱们的感情啊，那还是小时候的感情，发小的感情。哎，对了，行了，啊，那咱俩也赶快去下一家吧。啊，行，不能走啊！不是，我告诉你俩，我告诉你，炒两个菜。行，别忙了，下次，别忙活了，好不容易见个面，你们俩这是干嘛呀？有事儿，我走了，确实有事儿，你站住，那个浴缸钱6800。哎呀，你快点，别闹了。干嘛呀？当我送你们见面礼啊？走了啊，拜拜，嫂子，走了，拜拜。不是，他俩就是工人，你说这容易吗？他还送我个浴缸。哎，打电话，来，叫他们回来拿钱，快点的。
老公啊，我觉得你更不容易。怎么的了？你是不是在家总装呆的，出去就是个 baby 呀、啊？这电话你自己打吧。啊！我回屋哭会儿。你这怎么了？就让他帮我打个电话，他回屋哭会儿。你说这是真是女人，真是我自己打。哎呀，胡大鹏，1386。胡大鹏，baby。